一切都是为了收视率。制作人道歉大会，当初就是王志平老师。制作人，我当初头发很多的时候会。新闻小马制作，我去给他们模仿 F 四。我就看到制作人是打下去，我就胖这样打下去。吴老师说是谁叫你打的？全部气氛凝结。因为他知道打梁鹤群，梁鹤群不会生。没有，不是王国伦会生气。今天我们小实力，请打回班。